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看星期一早头早天文台的天气报告，我是李凤英。东北季候风今天会继续影响广东，一起看看今早七点零钟的时候各区的气温，普遍就是介乎在21度至23度之间，比昨天同一时间很多地方都低了大概2度左右，天气就稍微凉了一点。至于天色方面，在大范围的卫星云图我们看得到一些低云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地区，不过这阵低云都比较薄，而今天日间的时候我们阳光都会不错的。另外望远一点，在南海南部我们看得到有个厚实的云团，这个就是热带风暴艾图。艾图距离香港都比较远，预计会在今天和明天就是移向越南的南部。至于今天的详细天气预测方面，预计会是大致天晴，日间天气干燥，最高气温会上到大概28度，风势方面是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，另外今晚会有一两阵的微雨。至于展望方面，我们预计未来几天继续受到东北季候风的影响，会是大致天晴和干燥，另外早一晚天气会稍微凉一点。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就讲到这里，再见。